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纪老师，我要开歌唱训练班咯。那我们现在呢有推出两种课程，一种是线上的课程，一种是实体的课程。线上的课程呢，我们有开一对一的个别班，或是最多有四人同时上课的线上课程。课程呢，我会针对大家的可能呼吸的练习，或是在发声技巧上，那还有对于歌曲诠释的部分做一些很细节的练习。那实体的课程呢，我们除了会比较像线上课一样有个人班，然后到最多四人班，我们还有推出另外一个课程叫做重唱课。如果呢你想要未来去 KTV 跟别人一起唱歌，也有一些和声的经验的话呢，就欢迎大家参加重唱课。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的朋友们呢，都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内容哦，等你报名。